今天是大年初三哦，回娘家，左手情人节快乐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抱个胖娃娃。你情人节呢？啊，不情人节快乐吗？上边了，进屋吧。我妈家这个扣的这个门前这个大棚啊，它是通透的，就是这边有个门儿，这边呢也有个门儿。哎，一进里边好热乎呢，出去方便，左边出去，右边也可以出去。哪儿了，冻子？给你留点。也是冻挺好啊。你洗没洗手？你不说你。没事儿。整几个菜呀？嗯，妈得整六个吧。六个？不少啊。不少。多吃不了啊，都是底儿，老多了。天天吃剩菜呀，整完之后。天天吃剩菜。嗯。有，你多沉呐。不是，咱是不是快娶媳妇了？啥时候找对象啊？让你妈在网上给征个婚。让你妈先给你备个楼。楼现在没有呢，正在努力当中。是不是行？啊。快给老爷拜年，儿子，快！磕个头。好，不磕头，你说老爷过年好就行了。老爷过年好。这啥干多少？说老爷过年好。老爷过年好。我跪跪啥？四叔过年好。上钱，快点！你是没有这待遇。数一钱，数啥了？数一数。能不能数明白呀？嗯。王天二，不行，我给你拜个年吧。你多少啊？蒙了。为啥不来？你这个王者荣耀把你坑了。这五以内的加减法最早来，是不是？多少个？整明白没？多少张钱呢？大外孙子，好好给查一查，大外孙，快点。嗯，你这一点呢，你是跟你姐姐差远了，你姐就别的不行，那钱给你数明白了，真的。十个，您说了。啊，十个，哎，好，坐一会儿。我欢哥做饭老好吃了。可别把心情白活了。又开始下厨了，到哪都做饭，浩哥。主要是白呀。会吗？会，我拌的凉菜可好吃了。哎呀，拌凉菜挺好吃，真好。我拌凉菜真好吃。人都说你回娘又不干活，这说的就假话，这不干活呢？我是不是？谁干的？谁不干活啊？人家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好吃。我拌凉菜真好吃，你看，真不骗你。把你这一年搁了，你吃两口。我拌凉菜真好吃，这就给他露一手，老姑娘。吃饭了啊，上菜了。好吃吗？你先吃上了啊。自己家熬的肉豆，整了这些菜，准备开始吃饭了。好热闹啊。今天也是情人节，在这里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啊，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。喝点吧，哥喝点。我不会开，不能酒后驾车。我拌凉菜好不好吃，哥？好不好吃？啥味道？嗯，好像不行。是不是？熟了，熟了。我拌凉菜多好吃啊！你看，色香味俱全的。确实挺好吃。什么是幸福？和家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时刻，不管有钱没钱，家里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才是幸福。今天是情人节，小雪在这里祝愿大家情人节快乐，也希望每一组家庭都幸福健康。拜拜。